蹊跷！如果队长在里面，早就出来跟我们会合了。八哥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先撤。你们先撤，我等队长。上。 分头撤，小河边集合。好，走，小心！掩护。走，给我追！千万别掉链子啊！3、2、1，嘿嘿嘿，可以啊，老鬼，老到未老啊！ 先走，我不走，不走就死定了。要死就死在一起，在这边，走。快走！属下是情报处的陈佩然，这两个共军属下已经跟踪很久了，他们身上掌握着重要的情报。在我的地盘上还轮不着你们来抓人，这儿我接管了，带着你的人撤吧。李副官，有，让我绑起来。是。咱们让一让，让王司令执行任务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带着你的人走？咱们撤，走。 放开我！疼！放开！放开！啊！你能不能轻点儿？我跟你有仇啊！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我问花问你，你跟唐司令到底什么关系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对了，这白大褂不是你的无价之宝吗？你怎么把它给撕了？ 你怎么那么笨呢？现在白大褂重要还是你重要？当然是我重要了。好些了吗？嗯，舒服多了。赶紧把它收起来。 子弹都是绕着你跑，怎么自打海云医生以来，你怎么老挂彩？队长，不会是你故意挂彩，让海云大夫给你治伤吧？亏你想得出来。嘿嘿，孔老呢？没见着人，我们找了一大圈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队长，你确定孔老在这儿吗？当然了，我还帮他钓了一条鱼呢。你怎么确认孔老会在这里？他家放鱼竿的位置是空的，我估摸着。 他来这儿钓鱼了，他应该回去了吧？我想，他家里到处都是陈佩然的人，应该还没有。我从他邻居那儿打听到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去茴香居吃早餐。老爷子还要是落到陈佩然手里，那就糟了。队长，你嫌他负了伤，怎么行动啊？我没事，先离开这里，走。走吧。 一根刚换下来的鱼线，边上没有鱼竿，看来这孔竹生是去钓鱼了。不会吧？钓鱼能钓一天？哼！这孔竹生，闲云野鹤一样的人，钓一天鱼算什么？走，我们去河边找。是，走。 进去吧。您好，您是孔老吧？正是。我们方便坐下来说话吗？啊，请便。 孔老您好。是这样的。 我有一个朋友呢，托我们捎一封信给您。墨尘，他怎么自己过来呢？啊，高老，他参加了红军，您知道吗？难道他参见红军就不能来看我这个大伯了吗？很遗憾，他已经……说来也奇怪了，我昨天去钓鱼，分明一条也没有钓上来，可是现在桶里边却有2条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其中一条是我钓的。你钓的？哎，那另一条呢？不知道。 也许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是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报告陈处长，没找到孔大成。老张，哎，我们现在马上回城去找李团长。 让他全程戒严，务必要抢在共产党前面，掌握这位孔助手。是，走。队长，已经过了好几个许多队了，咱们跟他说吧。明白。老爷子，您的家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，他们要抓您做人质，来要挟唐司令。如果您信任我们红军的话，就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时间不多。 尽快做决定。这件事与我何干？再说，我早已归隐，不问世事了。老爷子，您知道吗？您的一句话，对红军主力安全转移定有帮助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告诉我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您说吧。 我给您跪了，你跪吧，你就是跪到明天，我也不会答应你。我说您怎么这么倔强呢？别着急，我怎么不着急？能不着急吗？大不了硬抢，来，我一糟老头子，我怕这个？我才不怕呢！你来呀，你动一个，我看看。 哈哈，行了，小伙子，我们走吧，我跟你们去。走啊，走啊，来，慢点啊。海云，海云，久等啊！久别重逢，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。堂兄春风得意，人带紫气，越来越有精气神啊！我不会相信一个聪明人当面对你的夸奖，他心里没准在嘲笑你。我刘小人不轻易恭维人，若要恭维啊，必是真心。但愿是真心。说谎不难，难的是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谎。堂兄。 这太夸张了吧？要从简吗？来，都是家常便饭，坐吧。到我这儿，就像是到家了。所以说呀，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没有苦难，哪来的幸福啊？长兄，我时常想念老马呀，我想起咱们哥仨当年一起冲锋陷阵，命悬一线，想吃口肉都难。现在好了，幸福来了，可惜人没了。老马的死不用耿耿于怀，大的错误 都是从小的失误开始。一场博弈里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所以说，峥嵘岁月，我们能活下来，就是福大命大。敬老友，敬友人。老马的家人呢？ 我派人去过他的老家，早就没人了。老马17岁出来打天下，就再也没回去过。也许他的老婆早就改嫁了。堂兄，像你这样守着妻子，厮守一生，又守着女儿，这样的好男人可少啊。我自问我做不到。堂兄，你为女儿牺牲的太多了，要不然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的。哎，海云还没有消息吗？知道。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刺客，刺客。原来是他。您认识刺客？作为情报人员，耳朵长是好事儿，可是舌头也长的话，就容易招惹祸事了。是，侦探委员，全城都已经搜遍了。 我觉得孔竹生很有可能不在黎平县。那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，不能让唐国新和孔竹生见了面。敬你了。 堂兄，自己人不说二话。我得到确切消息，共产党已经找人要找你谈判。共产党找我谈判，正是堂兄的恩师孔竹生先生。我既然能得到这个消息，我想老蒋肯定也会知道这个消息，所以堂兄要有所准备啊。 按老蒋的脾气，他一定会先发制人。想必这会儿他也派人去我那儿盯着了，所以，我先躲出来。哼，说实话，共产党也派人找过我了，我也知道老蒋这次借兵围剿，想把中央军插到我们的地盘，顺便把我的军权给削了。老蒋想拿下我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红军是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，老蒋不让我们打日本人，却围剿抗日的红军，这是让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啊！ 早晚都会激起民愤，你说是干？民心没了，即便把红军都剿灭了，到时候还会有绿军、紫军。老蒋能把天下的人都杀光了吗？去打红军，还不如去打日本人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堂兄。我刘小人这辈子，除了老母亲的话，就听你的。 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宁愿把队伍拉到东北去抗日，我愿意跟你走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有什么事，堂兄尽管吩咐。总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，我也得回去会会老蒋。 走了，着什么急？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是这样的急脾气。下次吧。海云，你就。 当着大伙的面，实话实说，你跟唐司令到底什么关系？王大雷，你烦不烦呀？队长，人家海云大夫都嫌你烦了啊，你也是，叨叨100多遍了。他嫌我烦，我也要说，我怀疑嘛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呀，可真值得怀疑啊。比如说啊，你今天白天觉得这个事情合情合理，到了晚上，你觉得这个问题又很愚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个唐司令把我们抓了。 又把我们放了，真不知道他唱的是哪一出戏。我觉得唐海云跟唐司令有着很不寻常的关系。走吧。陈大委员，这位就是我们的上峰。哦，徐主任，你好。 嗯，特别，请坐。陈大委员，你们聊。一天时间，咱们的弟兄就只剩下3个，这个责怎么负？执行任务期间有所伤亡。 是在所难免的。别跟我废话，以后的任务我跟你一起，听我指。我可不想我的弟兄跟着你这个废物白白送命。徐主任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这次的任务是党部直接派下来的，到了这会儿。 可不是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。如果这个任务执行不力，我相信你我都担待不起啊。事到如今，没有我徐湘子担不起的事儿，而且能搞定唐国勋的，只有我徐湘子一人。哦。 哎，我说老爷子，你这么喜欢这2条鱼，那今晚还做不做？做不做到你也别惦记他了，惦记他你也做不好。不是我怎么做不好了？就你中午最那碗面啊，我这一尝，你就做不好这个东西，没那个水平。嘿，你小瞧人了是不是？那在我们家乡，我那师傅那是远近闻名。你师傅了啊？你师傅做的再好，他也不能来这替你不是吗？哎，不是。哎哎，八哥，老爷子，队长，今晚咱们有吃的了。哎呀，怎么弄只老母鸡来呀？太肥了。 去找只小公鸡，小公鸡知道吗？这个不行，整个村子都找遍了，就剩下它了。哎，八哥，来，啊，那就凑合凑合吧。老爷子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两条鱼吗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两条都不是您钓的，其中一条是我钓的。那另一条呢？ 您猜，我猜啊，猜。司令，南京方面派人过来了。来多久了？刚到。江子，怎么是你？姐夫，好久不见。你就是委员长的特派员。其实真正的特派员不是我，我只是特派员委派来的。你还有上风。换句话说，为了这次任务，我费尽了心思。我是来帮你的，姐夫。我知道海云在哪。 这么久没回来了，借这次机会，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，成吗？回来了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想住多久都行。是，这么久了，真是一点没变。你倒是变了不少。汤煮好了，把鱼片放进去，汆一下，捞出来，然后再把米粉放进去，煮熟就可以了。哦，哎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千万要保证汤的原汁原味儿，不能乱放佐料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哦，我等吃的去了啊，这就交给你了，做好。先把鱼片放进去，再捞出来。 再把米线放进去，这白花花的多难看！这次情报可靠吗？放心吧，楚人早就在黎平到三江的路口暗杀了暗哨，那几个共军和孔书生的行踪，一路上都有人监视。好，弟兄们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孔书生，我们一定要抓活的，所以大家开枪的时候要小心着点儿。是是是，走。哇！ 哦，真辣呀！八哥，你跟这辣椒有仇啊？你放那么多干嘛？他不是跟辣椒有仇，他是跟我们有仇。我是跟他有仇。啊，好吃！哎，你们都不吃啊？再给我来点，快点！啊，再来，不够不够。哎，这老头怎么那么能吃啊？就加点儿。哎呀，好了。感觉真好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你先躲在这里，等我们把敌人引开，回头再来接你。来，快，小心啊！给我追！快走，撤，走，快！ 走吧。孔老先生，我们唐司令想请您到府上坐坐。不去不去，孔老先生，您也别难为我们啊，我们也是军令在身啊。我还没吃早点，带我去你们这儿最好的馆子。您放心，司令吩咐了，您说的一切照办。真是的，请吧。 我说年轻人啊，我就是来到这儿，来到他家里，我也不会见他的。告诉你们唐司令，让他不要来见我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老爷子。嗯。孔老爷子也来了。嗯，不知道唐司令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哎。 长官，请把这张相片交给你的唐司令，就说马驰元的儿子要见他。太像了，跟你父亲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是吗？可是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父亲参军走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，但他一直很惦记你们母子。发了军饷，自己舍不得花，全都寄了回去。你爹牺牲以后，我们去找过你们母子。 把你们搬走了。15岁那年，我娘病逝了，我就一个人离开了家乡。孩子，受苦了。我不是孩子，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，我也不觉得受苦，因为我很庆幸。 自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。你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，那要问过队长和指导员才知道。我今天之所以来见你，是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我想请求唐司令，不要伤害我的任何一个战友。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，谢谢你。 这是海云医生。在这许下的心愿。当冰冷的雨拍打我的窗，当金色的希望装点你身旁，看见远方的光，它在为我点亮。等到夕阳的方向，像冬天的雪铺满大地上，当挥别的人们眼泪在流淌，关上一扇门，它为你开一扇窗，热血洒在青涩的路上。